嘿，欢迎大家来到 Charlene 老师的课文小贴士。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翰林版国中英语 Book Six Unit One 第六册第一课的 Reading 阅读，题目是 Planning for the Future。Planning for the future，plan 的意思是计划。那你有没有为了你的 future 未来做计划呢？OK，那各位现在已经接近了国中毕业的时间，那各位有没有想过自己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呢？那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这个课文就很棒哦，就可以让各位开始去想一下我要怎么样规划我的未来。好，如果还没有一些想法的话呢，看这一课是非常适合的。好，那首先呢，我们先翻开，OK，please turn to page 23。Page 23，23页。Page 23，OK。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单字，每个字念两次。第一个字一起来，quite，quite，quite， 相当。Correct，correct，correct， 更正，正确的。Power，power，力量。By，by，早于，不迟于。As soon as，一怎么样就怎么样。Course，course，课程，路线。Part time，兼职的。Test the water。试探试水温，add on，执行落实，decision，决定，skill，技能，search，搜索，goal。目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字 quite，quite 字尾一档差，没有发音，相当的怎么样？后面还会再接一个形容词或者是副词，那有一个字跟它长得很像哦，相当叫做 quite，quite，那有个字叫做 quiet，quiet。Quiet 是安静的哈，请你把它写在旁边，两个比较一下，因为长得太像了哈。所以你如果说相当的安静呢，就是 quiet，OK？第二个字 correct 是正确的，形容词的话是正确的，那更正也可以，就订正哈，correct your answer 哈，订正你的答案。好，correct 本身是正确，也是订正、更正的意思，形容词或动词。那上面有写它的相反词，不正确的叫 incorrect，incorrect 加上 in 在前面就变相反词。好，第三个字叫 power，power 是力量，power 是权力，power 是电力哈，台电啊哈，tie power 对不对？台电大楼哈，tie power building 哈，power 本身有电力、有权力、有力量的意思，那 powerful 就是充满力量的哈。好，接着 by 这个字，如果各位看到是，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过去，是不是那个被动，对不对？哈，那在这里是指后面接时间，哈，就是说比那个时间还要早，好，比那个时间是最晚的时间，哈，在那时间之前的意思，哈，by Monday，因为是指在礼拜一之前，哈，最晚就是礼拜一，那等于 no later than Monday，哈，比。没有晚于礼拜一哈，一样的意思。By 后面接时间，接着第二排的单字 as soon as 有一样的意思，soon 是快，一样的快，意思是说 A 发生的时候，B 也发生了，一样快。我一看到它就跑了，是我看到它的瞬间，我就赶快跑，是不是一样快？所以叫 as soon as。Course 是课程，course 是路线。可以哈，这个一字多义，请注意哦。Course，那在这一课是说你要修什么样的课程啊？OK，好，课程 course。接着 part time，part
part time 的意思是兼职或兼差的意思。part time, part 是部分 ，time 是时间。part time job, 兼差的工作就打工。那如果你说 full time job, 意思是指全部的时间，那就是全职的工作，那是你比如说一天做八个小时的那个工作，就 full time job。那你说啊，我后来再做个一两个小时那一种打工性质的，那叫 part time。OK。好，接着 test the water。test 是试试看 ，water 是水，那我们也可以翻译成试水温，意思是指我们去测试一下这样适不适合，好不好？叫 test the water， 也可以翻译成试探。好，左下角第一个单字 act on， act 就是指行动 ，on 是在什么上面做行动，意思是说我去真的去做，那等于 carry out。Carry out 也是去实践的意思哦。Carry out your plan， 实践你的计划。Act on your plan， 实践。好，接着决定叫做 decision。那做决定的英文写在下面哦。Make a decision， 动词是 make。Make a decision， 做决定。那你也可以用一个字就好，动词 decide。Decide to do something， 决定去做某事。Decide。做决定，也就是说 decide 这个字是动词，那 make a decision， decision 这个字是名词，决定。好，接着 skill 是技术技能， search 是搜寻搜索，各位在上网的时候常会 search for something， 你会搜寻一些什么，对不对？ search 去 google 搜寻，对不对？ goal 是目标的意思。OK， 好，那以上是 reading 的单字，各位如果还没有写完可以按暂停键，如果完成了我们一起来看课文哦。好，课文的地方 OK， 课文还蛮长的哦。好，你看一下那女生好像很开心哦。好，因为呢她要来教大家 career planning， 怎么样计划自己的 career 职业呢？首先你要 know， 知道什么，接着 explore， 然后去探索一下，接着 decide， 你要做决定，然后最后一定很重要叫 act， 就是你要行动，行动之后你会越知道自己的状态，然后又可以这样，就是一个循环， OK， it's a circle， 一个循环。好，那我们这边的课文蛮多的，分左半边的地方，那这边有一个，他说 the topic of the reading is， 好，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那各位，待会我们读完这边，好，就是说我们会先看一下文章的前半部，那你去感觉一下，你会勾哪一根呢 ？OK， 好，所以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左半边的动画。Planning for the future. 3 years have passed. Your life in junior high school is coming to an end. Soon, you'll have to start making decisions about your own future. It could be quite scary. That is why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career plan. To start a career plan, first, answer this question. How well do you know yourself?By now, you should have a sense of your interests and skills. If not, you need to find out what you're good and bad at. The next thing is to explore how you can make good use of your talents. Talk to someone, search online, or take some tests to see which career might be good for you. Okay, 好，我们进行到这边，就是课文的左半边。那读一半了，你可不可以抓出来 the topic of the reading， 这一篇 reading 大概主题可能是哪一个呢？ 1. Making a plan for your career， 为你的职业做个计划。 2. Growing your interests and skills， 好，你的兴趣跟技能呢做成长。 3. Deciding what type of school to go to，决定要去哪一个种类，type 这里是种类的学校。
好，这篇文章大概是在说定计划，还是在说让你的兴趣增加，还是在说选学校呢？ OK， 好，答案是第一个。 OK， 好，计划。好，为什么？其实你看第一段就会有，第一段读文章的时候，第一段一定是要很确定了解，因为第一段就是全部东西的大重点。 OK， 好，然后他第一段最后一句话他就说 That is why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career plan， 那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来做一个生涯规划，生涯计划。 okay, career 是职业，职业计划我们翻译成生涯规划。好，那就是说他要教我们啊，做生涯规划之前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很重要。 OK， 好，所以这篇文章大概都在讲这个，所以我们打勾第一个，不知道你对了吗？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课文。 OK， 看课文啊，请大家一起来写笔记哦。 3 years have passed， 三年已经过去了。 Your life in junior high school is coming to an end。 Your life， 你的生活。 In junior high school， 在国中的生活，所以后面括号起来修饰前面的生活，什么生活啊？在国中阶段的生活 is coming to an end。 来，各位右边有写 come to an end， come to an end 的意思是指 结束，什么东西结束。 OK， 我这里给它弄一个白色的底，你就会比较清楚。 OK， 好，来， come to an end 本身是结束的意思，来到了一个 end 结尾啊，你的国中生活已经来到了一个结尾哦。 It's coming to an end， 它用进行式表示现在正在往结尾的方向前进了，你要毕业了。 Soon you'll have to start making decisions about your own future。 Soon 是很快的， you'll have to， 你将呢必须呢 start 开始 make decisions， 红色的地方 make decisions 做决定，做什么决定啊？ About your own future， 关于你的未来这件事你要做个决定的。 make decision 本身是做决定。那各位粉红色的地方画线，我画线的呢是 making decisions about your own future， 为你的未来做决定，这是一件事情，就是下面那一句的 it 这件事情。 It could be quite scary， 它可能会相当的可怕。这里的他指的是上面说的为你的未来做决定，这件事情可能是相当的可怕，所以在这边老师把它框起来画个箭头，是因为他在讲上一件事情。如果你现在国中还没有毕业，你就要为你的未来做一个决定，你是不是觉得忐忑不安？就像他说 scary 很可怕，其实令人害怕担心，对不对？ That is why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career plan。所以啊，因为你就是为了未来做计划，你会有点担心啊，所以做一个生涯的规划那就是相当重要。如果你没有规划，你就随便选，闭上眼睛随便选学校，那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 make a plan 就是做计划， make a career plan 就是做一个生涯的计划，做一个职业的规划。好，第二段，To start a career plan, first answer this question, How well do you know yourself? 那这里 to 圈起来表示目标、目的，为了什么目的？那为了呢 start a career plan, 为了要开始一个生涯的规划， first answer, 首先你要回答 this question, 这个问题哦。什么问题啊？ How well do you know yourself? 框起来，你有多了解自己？ How 是如何，这里问的是程度多少， Well 是好，有多好，什么东西多好啊？ You know yourself， 你知道你自己的程度有多好，意思是指你知道你自己，你认识你自己的程度是高还是低，你有多了解自己。好，所以你首先你要定一个生涯计划，你要先问自己，我很了解我自己吗？ By now you should have a sense of your interests and skills. By now
划线写到如今到现在，从以前到现在。You should, 你应该哦 ,have a sense of, 来 sense 是认知 ,have a sense of, 是对什么东西有认知 ,of your interests and skills, 你应该对你的兴趣还有你的技能有所认识啊。你应该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叫做 interest, 兴趣 ,skill 是技能，你会什么事情，你应该现在稍微有点知道自己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啊。If not, you need to find out what you are good and bad at. 如果没有的话 ,if not 是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其实在讲如果上面那件事情没有。上面哪一件事情啊 ?If you don't have a sense of your interests and skills. 如果你没有认知你的兴趣跟技能的话，好，当然我们不用写那么长，我们就写 if not 就好 ,OK? 如果没有的话，You need to find out, 你需要找出来 what you are good and bad at. 来 ,be good at, be bad at, OK? 好，一个是擅长，一个是不擅长 ,be good at. 好，你应该去找出你擅长的东西是什么。你很会 煮饭吗？好，你很会用电脑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吗？好，你很会教别人吗？你很会说话吗？你很会采访吗？好，你很会做什么？还是你很不擅长做什么？好，你应该需要去找出来，想一下。The next thing is to explore how you can make good use of your talents. The next thing 就是接下来一件事情。Is 就是是什么，后面用另外一个颜色框起来，整个淡蓝色的框框就是一件事，写一下当名词一件事。接下来的事就是这件事，什么事啊？它用不定词，用 to 去开头，is to explore 去探索一下 ，how you can make 你可以如何呢 ？make good use of。Make use of 本身等于利用的意思，运用。那 make good use of 是好好的运用。那你要去探索一下你是如何的可以运用呢 ？Your talents， 你的才能。好，你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厉害的是什么。第二呢，就是你要如何运用你个人的才能。哎，我这件事情很厉害，我要怎么样运用它呢？最后 ,talk to someone, search online, or take some tests to see which career might be good for you. 你可以跟人家聊个天，跟人家谈谈，哎，你觉得我什么比较厉害 ?talk to someone, search online, 你甚至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好，现在我会这些事情，我以后可以做什么工作啊 ?or take some tests, 或者做一些测验，一些性向测验，好，个性的测验。好 ,to see, 来看看呢 ,which career, 哪一个工作哪一个职业 ,might be good for you, 对你是好的，好，是比较适合的。好，所以这边讲到这里，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be good at 是擅长 ,be good for 是对什么好，这两个有点像，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画重点句。OK, 这里 ,your life in junior high school is coming to an end. 然后这里 you'll have to start making decisions about your own future. 好，然后第二段第一行 to start a career plan, first answer this question. How well do you know yourself? 接着By now, you should have a sense of your interests and skills. 好，接着 The next thing is to explore how you can make good use of your talents. OK, 好，那这边的重点句就画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没有画完的话，可以按暂停键。好，如果画完，我们接着要进行右半边的部分哦。OK, 好，那右半边还有两段，那我们一起来先看动画，那我们从头看，因为这篇课文真的蛮长，从头看，好，看到最后，那我们再进行讲解哦。Planning for the future. 3 years have passed.
Your life in junior high school is coming to an end. Soon, you'll have to start making decisions about your own future. It could be quite scary. That is why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career plan. To start a career plan, first, answer this question. How well do you know yourself?By now, you should have a sense of your interests and skills. If not, you need to find out what you're good and bad at. The next thing is to explore how you can make good use of your talents. Talk to someone, search online, or take some tests to see which career might be good for you. As soon as you have a goal for your career, it's time to make a plan.Think about what you need to do to get the job you want. What type of school should you go to? What kind of courses should you take? Sometimes, doing a part-time job can help you get experience and test the water. And so can doing volunteer work. Finally, just act on your plan. Learn and correct it along the way.A career plan is a useful tool to help you reach your goal in life. But remember, if you feel like you're going down the wrong road, you always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course. OK, 好，相当实用的一课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右边。好，右边的第三段哈，第一句。As soon as you have a goal for your career, it's time to make a plan. As soon as 是两件事情一样快，一怎么样就怎么样。好，那我们这句怎么翻啊？ You have a goal for your career. 你对于你的职业有一个计划的话呢， it's time to make a plan. 你就去做个 plan, OK, 好，你有个目标你就做个计划，好，你已经想好你要做什么，你就赶快定计划，两件事情要一样快哦，所以你一旦有了目标，那你就是这个时候了，什么时候去定计划的时候，好，不要有目标然后没有计划，那这样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好，接着第二行， Think about what you need to do to get this job you wantThink about 是想一下 what you need to do, 你需要做什么事情 to do to get the job, OK, 得到这个工作。好，如果我想要做一个面包的烘焙师，那我要如何做才会得到这个工作？ The job you want, you want 是在形容 the job, 先行词，对不对？好，它这里是用的 which, 你想要的工作。OK, 你要怎么样？你真的想做一个面包烘焙师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做到呢？好，你要开始思考。What type of school should you go to? 这些 type 划线 ，type 是动词，是打字，打字机打字。好，你在键盘上面打字，但这里可以等于是种类 kind。What kind of? 什么样的种类呢 ？What type of? What kind of? 什么样种类的学校 should you go to? 你应该去上什么样的学校？你想要当面包师，你要上什么学校呢？好。What kind of courses should you take? Take course 划线就是修什么课程？那你要想当面包师，你要修什么样的课程，你才能成功？你是要去汽修科吗？那汽修科一定不对啊，因为汽修科是修车子。那你要想当面包师傅，你是要去一些做餐点的科系，对不对？好。Sometimes doing a part-time job can help you get experience and test the water, and so can doing volunteer work.来，这里有两个框框都帮我框起来，都表示一件事情，它都是用动名词 ing 表示一件事情哦。Sometimes 有时候啊，这件事情什么事啊 ？Doing a part-time job 打工啊 ，do a part-time job 是打工 ，can help you 可以帮助你 get experience 好，可以得到经验 ，and test the water， 然后试试水温。你想当烘焙师，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学会，那你可以先试试看在面包店打工看看哈。啊 ，do a part-time job 是打工 ，and so can doing volunteer work。
这里的 so 是导中句，是附和哈，这个事情也是的意思哈。什么事情也是啊 ？Doing volunteer work， 做志工，做志工也可以哦，你也可以免费的去做。OK， 好，那这两件事情都可以让你得到经验，而且可以试水温，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适合你。Finally， 最后 ，just act on your plan。Act on 就是实践，去实现你的梦想，去实现你的 plan 计划。好 ，learn and correct it along the way。Learn 是学习 ，correct 是修正 ，it 是它。好，这里的它画个箭头到前面的 your plan， 你的计划。你是一边学习，而且一边 correct 更正，你可以调整你的计划。 along the way 划线是在过程当中，不是你计划定了就不能动，你定了计划以后你可以边走边调整，边走边学习的意思，它是有弹性的。好，最后一段哦， A career plan is a useful tool to help you reach your goal in life。一个职业的计划规划呢 is a useful tool， 是一个很有用的 tool 工具， to help you 来帮助你呢 reach your goal in life， 达到你人生的目标。所以你必须要有计划，它有计划，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帮助你达到目标。But remember， 但是你千万要记得， if you feel like you are going down the wrong road，好 ，feel like 是感觉好像。如果你感觉好像你走错路了 ，you always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course。好，你总是呢 have the power， 有权利，有能力，好，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哦 ，to change course， 好，改变路线。好，走这条路好像不通，哎，我想要当面包师傅，可是我真实的去做做看，修课或者是去打工。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很适合自己的个性，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能力来说太超过了之类的，那事实上你是有这个能力去改变路线，不要走错了就继续往前走，这样是很可怕。好像老师有学生就是他就读了那个学校，某个学校，那读到高一结束了要升高二，他回来学校跟老师分享，他说他觉得这个不适合他，怎么办？我要继续往高二高三读吗？还是我要转学考？因为我很确定我要做别的事，可是我要继续读吗？好，那其实答案很明显，你可以 change the course， 你是可以改变路线，但是你要有足够的想清楚，而且有勇气的去做。那最重要当然是跟家里人要沟通。 OK， 好，那在这边重点句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第一句 as soon asOK， 好，接着这一句 What kind of courses should you take？ 还有这一句 Sometimes doing a part-time job can help you get experience and test the water， and so can doing volunteer work。 好， Just act on your plan learn and correct itAlong the way， 最后一句 ，If you feel like you're going down the wrong road， you always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course。OK， 好，老师事实上觉得这篇是蛮实用的啦，就是你可以冷静下来想一下，当然不只是学英文，你可以想一下你是要怎么样选择你的道路。OK， 那当然。你是有权利可以改变道路，但是一开始可以想清楚一点，好，测试一下。好，那以上是我们这篇课文。 OK， 那就上到这里。那这篇还蛮有难度的哈。好，那大家可能要多读几次，然后每一句想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课文小贴士呢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哈，为未来定计划，就上到这里。那也期待各位同学对自己的未来有多一点的想法，然后呢，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去实践它。OK， 那也祝大家哈 ，Dreams come true， 哈，美梦成真哦。OK， 那今天的课程就进行到这里，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See you。